日前，范冰冰近照曝光，她有气质，引老总搭讪热聊。网友注意力却在第二章。网友有说，虽然说她混到现在不容易，没背景，自己拼，但有些时候行为确实不当。范是怎么火起来的？我记得我最早认识她是因为苹果，虽然有吐槽，但更多是称赞。范冰冰的气质真的没几个人能比，在老总面前仍不卑不亢，只是简单的微笑，仍旧魅力十足。